企业商界纵横，法律风险管控，王静律师为您保驾护航，专精商业地产投资欺诈，请致电626-888-3456，626-888-3456。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的焦点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首先还是感谢亲爱的翻译官 APP 对我们的独家赞助，使用亲爱的翻译官 APP 可以打电话自动翻译，是留学生上课的翻译神器。同时呢，它还有 Chrome 的插件 iTalk Video Translation， 可以翻译在线的视频和 Zoom 的会议，请查看与点击视频下方的官网信息进行了解。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美国这个内政以及这个美国的一些立法吧。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就任即将满1周年，那么他所属的民主党在联邦参众两院虽然是占据了微弱的多数席位，但是他力主的一个投票权改革的法案仍是卡在了国会过不了。因此呢，拜登今天是宣布要摆脱参院妨碍法案通过的议事规则。我们首先来了解一段相关的新闻报道。美国参议院长久以来都有使用到一种俗称叫做 filibuster 的阻碍议事的程序的手法，那么中文的译名可以叫做冗长演讲，或者是叫做阻挠议事。但其实呢 ，filibuster 是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中文的翻译方式的，叫做费力还把事拖。法新社对此报道说，这就是造成美国立法非常难以继续推进的罪魁祸首。而总统拜登表示，他决心要改革国会的投票权的重大议题，就需要摆脱这个 filibuster 的程序。那么，相信大家呢，经常会在一些电视上或者在一些新闻上看到很多的美国国会的什么参议员呐、众议员呐，一夫当关的站在发言台上滔滔不绝的几个小时都不下台的讲话，也是试图就是在阻挠或者是拖延某些议案的交付表决。不过，更常见的情况其实是运用到现行的一个议事的规则，也就是即使法案本身只需要简单多数就能够通过，但针对其中大多数的项目辩论时，却需要参院总席次的3/5，也就是100个席次当中要有60席的同意，才能够终结整个辩论，并且交付表决。那么，如果少数党在参议院掌控至少41席，就可以阻挠法案进入表决程序了，这就是所谓的费力把事拖 （filibuster）。那总统拜登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及就任总统之初，都反对改革 filibuster 的议事规则，宣称他能够找到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交集。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立场大转变。在11号的演讲当中，他却是力挺要运用到一个新的所谓的核选项，英文叫做 Nuclear Option， 让民主党可以摆脱掉共和党的掣肘，以通过2项攸关投票权改革的法案。这个我们稍后来聊到。他说呢，这个法案可以挽救到美国的民主。那他所说的这个核选项，指的是一项很受争议的特别程序。如此，51票的简单多数就可以推翻掉60票才能推动的法案的议事规则了。那截至目前为止，这个所谓的核选项其实是只动用过2次的，以避开费力把事拖的规则。在2013年，民主党曾经使用过这个选项，阻止参议院拖延对总统提名多个要职的人选行使同意权。而除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提名人以外，共和党也曾经在2017年使用过核选项来遏制拖延对相关人士的一些同意权的行使。随后是当时的总统川普提名的3名大法官人选，都是低于60票的票数获得的通过的。如今，现任总统拜登高举投票权改革的大旗，准备再次祭出这个核选项。问题就在于，这个举动会将共和党视为是对他们的宣战。那么，共和党人也警告说，全面删除到 filibuster 的议事规则将会后患无穷，并使得两党在参议院彻底的撕破脸。而对拜登而言，或许更糟糕的是，他倡导的改革投票权的主张就需要民主党的参院同僚一致相挺了，而这方面在党内却谁都没有把握。那么这里提到了一个阻挠议事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哈。那么根据统计，在过去的50年当中，随着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治上变得更加的两极分化，阻挠议事的这个启用的次数是在激增。从1969年到70年之间，举行了6次克服阻挠议事的投票，而19年到20年之间举行了298次。那么在疫情期间呢，民主党是这个规避了阻挠议事，利用了一项名为立法协商的特别程序，通过了拜登的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按照立法协商，一些特定的预算法案投票的结果呢，只需要符合简单多数即可以通过。但是呢，这个程序受到复杂的限制，不能够经常使用。阻挠议事的机制是要求100名的参议员中的60人就多数立法达成一致。那么支持者认为，这项机制迫使议员寻求共识，是对执政党的重要的制约，并且确保对美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主要的法律不会随着每次选举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呢，批评人士指出，阻挠议事是一个反民主的障碍，废除阻挠议事会导致华盛顿难以解决紧迫的问题。我们知道，目前民主党控制的参院的50个席位，因此呢，能够在必要时借助副总统哈里斯的决定性一票获得多数席位的优势。然而，在很多时候，除非有10位以上的共和党也支持他们的立场，否则他们是无法克服阻挠议事的。那么如今呢，拜登是为了通过选举权的法案，要考虑废除阻挠议事的这项绝对多数制的规则，是不是想一党独大？美国一直以来的 check and balance 的互相制约的影响力是否会因此被改变呢？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讨论，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是拨打电话626-779-8808。欢迎我今天线上的2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邓宏律师，邓律师好。杨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一位是林志晓先生，林先生好。啊，主持人好，大家好，邓律师好。是的，谢谢2位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哈。那么，之前我记得有很多网友说，为什么我的嘉宾只有一面哈？今天我有2面啊。这个我今天的2位嘉宾是站在不同的立场来给大家解读和分析他们的一些想法。那么，首先我是想请就2位就这个本身这个新闻哈，做出你们的一个判断或者是你们的想法。就是现在拜登他想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废除阻挠议事，您认为会不会在未来有可能成功？先请邓律师。我觉得成功几率不是很大，毕竟民意的话反弹很厉害。你也知道在礼拜2拜登总统他宣布他要修正这个原则游戏规则的时候，很多连自己党内的2个重要的议员，一个是West Virginia 的这个 Manuchin， 还有的话 Arizona 州的2个议员并没有表态，所以的话要修改这个游戏规则必须要有全部的民主党通过。当然的话这个 filibuster 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制衡的一个作用。我们可以看得出，在加州，在过去一党独大这4年里面，通过无数多这种极左派的措施，已经让加州深受其害。而现在加州的这种危害的话会遍及全美国的话，那更是恐怖。因为毕竟现在的话在国会里边，你可以看得出，只有你必须要跨党合作才能够通过法规。对，在过去1年多拜登里边他所的靠1年的有没有任何建树？没有。他们所推动的这2项的经济救援计划，还有的机械基本建设计划，这2个计划都是透过了一个 consolidation， 这个是预算快速审理这个程序来的。所以的话，连自己党内的2个议员都没有支持他的 build back better 这个人文建设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本身民众已经是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子极左派的推动的话，连民主党这个尤其是面临11月的选举，有可能失去共和众议院还有参议院这2个职位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很多民众我觉得的话，现在最关键是怎么样子控制好疫情，怎么样子重振经济，怎么样控制通货膨胀，这是最重要的。在玩这种游戏改变的游戏规则，那将来有可能会自食其果。我们知道里边的话，在以前这个克林顿奥巴马总统的时候，他的议会改变了游戏规则，在国会任命这个因为参议院要任命法官的时候，以前的话也是要60票的。后来他改了原则，对，一改了之后的话，50票就可以任命大法官。以后川普占了便宜，一口气任命了3个联邦大法官。对。以后一口气任命了400多个联邦法官，就是因为是民主党自己改了游戏规则以后，后来民主党的话跳脚想办法，但是游戏规则是你自己改的，所以我认为民主党推动这种的话极端的政策，要一党独大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嗯，也就是说这个有可能会被反噬哈。来问一下林先生哈，就是说这个您从这个社会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政治的角度，您觉得这样的一项废除的动作它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基础？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提出是仅仅是为了他的选举吗？确实是为了选举，这个实话实说吧，对，因为呢，我理解拜登提出那个阻挠那个 filibuster 的，那就是废除 filibuster 的那个紧迫性，但是他的那个后面的大背景呢，是因为在那个2020年那个大选结束以后呢，各州都推出了一些增加投票难度的一些法案，比如说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之前做了一些功课，阿拉巴马州就通过了那个法案，就是缩短邮寄选票的申请时间，嗯。对，再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亚利桑那呢通过了多项限制邮寄选票的法案，比如说缩短邮寄选票投递与截止日之间的间隔，嗯还有增加海外或者驻外选民就是那个 absentee ballot 的那个难度，再还有呢就是那对邮寄选票的那个签名呢要严格把关。再还有就是要严查选民的身份证，就是你要去投票的话，他去确认身份证。那确实是呢，很多像那种就少数族裔啊，那个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的人啊，他可能平时身份证在哪他自己都不怎么用，他连驾驶执照都没有，所以呢，他不怎么去关注这个身份证，他可能多年以前他申请过，但他现在找不到了。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一些就是说各州通过了一些限制或者增加投票难度的一些法案或者提案，是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对民主党的呢选票呢会造成不利。那为什么就是说2020年就是说民主党的普遍认为啊，那个邮寄选票对民主党会比较有利呢？是因为民主党的那个支持者很多是那个集中在大中城市或者郊区，对，那一般共和党嘛就比较乡下一点，是吧？民主党就城市精英化一点。但是大中选区、大中城市和那个郊区呢，因为人口比较密集，它的投票点的那个设立呢又有限，对，所以呢，很多人在那个大中城市和那个郊区投票的时候，他要等很长时间。那等很长时间呢，那对于普通选民来讲，哪个党上台对美国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呢就没有去投票。这就是以往的情势。但是在2020年呢，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所以呢很多州呢就是自动的向那些选民呢就已经注册的选民呢就是投了邮寄选票。那邮寄选票因为比较方便嘛，在家里填一填，装个信封发出去就可以了，所以你也不用去投票站去等啊怎么样啊之类的。所以呢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比较有利于民主党的。这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因为邮寄选票呢，它是分给每个注册的选民。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你要去加州或者哪个州某个地方去办那个驾照的话，它顺便你也等于填了一个选民的那个表格，它会帮你直接勾上，就直接勾上。所以你填了这个表格，它就给你寄了这个选票。那很多选民呢，原先就是说你要去投票站投票，他不一定会去。那你现在给我寄了邮寄选票呢？那等于是你激发了我投票的意愿。那在这些人就是说被就是新增的那些投票来讲，是不是有利于民主党呢？目前我也没看到这个数据，但是在大中城市的就是那个投票者增加的数量上来讲的话，是比较有利于民主党的。那所以呢，那各州呢就通过了一些那个就是说，尤其是限制那个邮寄选票的法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不利于民主党今后的选情的。那拜登在这个大背景下，他就提出了一个就是说那个投票公平法案。那他投票公平法案其实是要通过联邦的法案来怎么讲呢？来影响到各州的那个具体那个限制。就是邮寄选票投票的那个实施，所以呢，这个是它的一个紧迫性，因为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那个全国的支持率最多也就是相互来讲就是五五分拨，是吧？差不多 ，half to half。那你谁能够在哪一方面争取到一些微弱的优势呢？对以后的选情呢，可能会产生比较有利的影响，所以这也是他推出目前这个所谓公平投票法案的大背景，嗯，对。但是因为目前也是那个在那个众议院呢，也就是50对50，而且刚才那个邓律师也提到，50对50当中，民主党的有2票是那个西弗吉尼亚的那个民主党和亚利桑那参议员呢，对这个东西的支持力呢也不是很高，对啊，所以的话具体能不能通过呢啊，还是一个不定数。我个人呢也是赞同邓律师在这方面的看法，我觉得通过的这个可能性不高，因为这个你废除那个 filibuster 就是这个的话影响会太大，可能以后会反噬到民主党自己。但是呢也是因为拜登目前选情和民主党今后的选情有一种命悬一线的感觉，所以的话对，了解，他就比较紧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这就是昨天发出就是说做这么一个强烈的讲话的一个原因。了解，是的，这个其实我今天是看到我们的这个新闻里面哈，第一条我们的焦点快报第一条就是这个消息，我才注意到这个消息，所以可见哈，我虽然在天天做时政，好像对这个事情还是不是很了解。也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民众来说哈，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议事阻挠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其实没有被很多人所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带大家先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规则吧。那么我们就来问一下这个邓律师啊，就是说能先给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阻挠议事，刚才两位都说了英文，那英文太长了，我就直接说中文了。然后所以就说这几年我们也看了，前面我刚才说到了，就说这几年是频繁的被使用到这样的一个规则啊，说是不是也是代表了其实现在两党的一个分裂，邓律师？很多时候两党往往你要达成协议，他们这个 filibuster 本身就鼓励你们要跨党合作，但是你可以看得出，凡是民主党所提出来的，共和党反对，凡是共和党提出来了，民主党一致反对。对，所以唯一的话就是疫情之下的话，大家觉得大家要给钱了，以后双方的话有跨14票，这个那是之前了吧？之后的发钱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也是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两党的这个可以非常对立，非常对立的情况之下哈，更有必要保留这个 filibuster， 费力把事拖住了。为什么的话？因为你不拖住，你一党的话独大，就会像加州这种情形出现了哈，一党独大，你共和党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它这个程序看起来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他 filibuster 的话，他说不是像他现在民主党意识到不可能会全部将游戏规则改了，他就是说，那我们在投票这个选举方面的话，我们来做个修正。我们这次这个特例以后，我想刚才林先生讲了现状的部分，我想回顾一下历史，为什么有这个投票这个争议。在1965年，那时候国会通过了一个选举法案。这个选举法案的话，就是因为以前的话，你要考试，要考试通过了才能够投票，然后更是难，这导致很多没有上过学的黑人没有办法投票。所以的话，1965年的时候 ，President Johnson 签署了这个选举民权法案。这个选举民权法案的话，最重要一点的话，就是联邦政府司法部可以调查地方政府一些歧视的行为，以后保证民众有投票的权利。所以的话，动不动司法部都就可以告地方政府。以前的话，在30年以前，我在做记者的时候，当时司法部就责令洛杉矶市政府，你里边人口已经华人已经有超过多少人，4%，尤其是在在 motor voter 里边，所以的话，你已经有讲中文的已经有5%，按照联邦法规，你必须要将中文的选票有中文选票。所以是司法部告了这些地方政府，所以地方政府必须要按照联邦法律来的。但是在2013年，最高法院有2个案件做出裁决。这个裁决里边呢，就是说你司法部动不动的话就不能够到地方政府来威胁别人，以后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这地方政府有种族歧视了，你才能够联邦接管。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后来到了2015年之后，另外一个判案的话，允许州针对选举的事情，让州政府做出这个决定。所以出现的话，很多州，像乔治亚州他说你要申请的时候你必须要拿身份证来，你投票你必须要查证你的身份。嗯，然后所以的话每个州尤其是红州他对选举的资格非常严格，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出现的话，很多兰州他们希望能够发动更多的人去投票，所以在加州在2013年通过了一个 motor voter， 就像林先生所刚才讲的，就是说你去登记拿 driver license 的时候顺便可以登记选民登记的。然后在疫情期间里边的话，他马上在去年的时候加州议会又通过了一个自动寄发通讯投票。以前的话你要申请通讯投票你要到别的地方去，要讲究原因，为什么通讯投票的话经常造假非常多，你一大堆拦了，你可以看得出在去年选举的时候有这个在洛杉矶地方邮局就会有300多个那个票的话堆在那边，以后有很多的话是根本不符合资格，虽然你可以拿驾照但是你不是美国公民，以后同样可以投票。嗯，所以的话还有一个加州的话在2015年通过的话就允许这些票这个义工去收集票数，收集的选票。所以的话党工去收集选票的话他往往的话就是偏向自己的党了嘛。嗯，所以的话在加州在其他州都不允许，但在加州是允许的。对。所以针对这个部分里面的话，民主党意识到人多力量大，只要投票人的多，基本上老百姓的话穷人还是比较多，贫下中农还是比较多，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鼓励更多人去投票，让更多人更容易去投票。嗯，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稳住自己的政权。因为你在目前的话在过去一年你说经济有没有起色？没有。疫情有没有受到控制？没有。以后通货有没有膨胀？有膨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套句律师常常想用的话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有理，你就是 pound on the law； 如果你有 facts on your side， pound on the fact。但是现在什么东西两边都不在的话，你就 pound on the table， 敲桌子。他这种的话，完全是要敲桌子、转移目标的做法，因为拜登政府现在拿不出任何牛肉向民众去交代，他们现在只能是想办法来讨好这些少数主义极左派的。你看看，所以他知道不会通过，但是的话他的幕僚讲你必须要做出这个动作才能够稳住这些自由派。所以我觉得的话这样做法是往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会导致共和党跟民主党里边的话这个对立更加激烈。是的，这个确实啊，其实我们在去年开始，或者是从川普总统这个后期开始，我们都一直在讲两党的分裂是这个之前当然也有，但是最起码还会有一些跨党派的合作，但是这个现在已经是完全看不到了。包括这个基建法案虽然最终是通过了，但是也是被大砍特砍之后哈，那么现在能不能实行这个还真的是不知道哈，因为现在这个拜登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民望哈实在是太低了。那问一下这个林先生，刚才你也说到了很多，就是因为是投票的原因，当然是为了中期选举，那么他在很紧迫的想做这件事情。那么你也刚才也提到了很多的一些州对于投票的内容啊，投票的方式进行了一些限制哈。这个也就是说，等于说让投票这件事情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那么我想请问您的是哈，就是在您看来，您在美国这么多年，您认为美国的这个投票的规则是否出了问题？您觉得是否在这个时候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我觉得不是投票的规则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美国有几个趋势我们必须观察到。嗯，一个就是美国那个各个族群的那个选民人数增长不相逢。对比如说美国现在那个选民当中按族群来分类的话，增长最快的是那个拉丁美洲裔，所以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 Hispanic 西裔。对，那个是对他这个是增长最快的。其次呢就是那个非裔，就是那个黑人人群的那个增长比较快，因为这些孩子这些家庭的就这些族群的家庭的生育率比较高。对而且那个美国白人家庭呢，它是在人口那个百分比上面，它是处于那个减少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比如说在加州现在那个非白人的那个人口已经超过了那个白人的人口。当然非白人里面也包括亚裔啊、西裔啊、非裔啊，他们之间的那个合作性其实并不强。即使在亚裔里面，比如说那个东亚裔和印度裔也不合作。对除非在一些非常紧要关头的那种教育有关教育的议题上面可能会采取行动，平时是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是所以但是呢，这个西裔的这个人口增长呢，在票数上来讲的话呢，大概除了古巴裔以外，就是说那个是挺共和党的，因为古巴裔是比较反共的挺共和党以外，其他的那些族裔呢，就是支持民主党的那个趋势呢是比较强的，所以的话，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民主党有一种天然优势，就是随着这一族群的人口增加，所以他们以后呢，那个选票呢会比较稳啊。尤其我们也听说过，就是说那个德克萨斯迟早要变蓝的，也就是因为拉丁美洲裔人口的增加嘛，是吧？佛罗里达州还有那个迟早变蓝，对，这个是一回事，但还这个呢也是就是各地推出这个一些，尤其是摇摆州和一些红州推出关于那个限制那个投票的一些法案，当然它名义上都也说得过去，比如说我严查你投票选民的身份证啊，这个法律上完全站得住脚的，是吧？这个你没有身份证也不能证明你是不是合法的公民，所以的话我就不允许你投票，那法律上是说得过去的啊，但是呢，确实也在客观上，就是说可能会对一些经济状况和社会那个情况，就是不处于特别好的那些族群呢，会造成一些就是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会他对他们的投票热情呢产生一定的威慑。所以这个是那个民主党要考虑到的。再还有一个要考虑到，我觉得是那个美国还有一个趋势啊，这跟全球化有关。全球化下呢，就是因为美国企业为了增加那个利润嘛，所以他把一些就是低技术含量的那些产品呢，就是往那个第三世界转移。那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嘛，因为对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再还有一个，近来还有一个，就即使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一些人士，如果你以前是从事简单的那种编程啊、那个文书工作呢，现在很多工作也转到印度去了。对，没错，是的，印度企业外包。所以他那这个方面就是，我觉得那个美国有个学者嘛，就是那个弗朗西斯·福山，他讲的比较好，他说是我就引用他的原话，就是说，生活在城市中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与拥有更传统价值观的小城镇居民之间出现巨大的文化鸿沟。那当然这也伴随着一些其他的一些社会议题，比如说同性婚姻啦，流产啦，这些议题，那更是那个就是说加剧了这所谓的那个文化鸿沟。所以这个是前个两面，我要提到，一个是就是说族群选民或者人口增长的不均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全球化以后，就是美国那个制造业的外移，造成了美国就是地区之间的那个发展差异更加巨大。像美国本来有些地方他可能一些居民他从事简单的那种制造业，像那个匹兹堡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底特律啊之类的，是吧？你在工厂里做工，你就能拥有一份中产的那种生活。但是现在的话，等于这制造业都已经流失了。对的。再还有第三个呢，那个趋势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的兴起等于是它打破了那个精英阶层对信息的那个垄断。像以前我们那个信息渠道都是来自于电视 CNN， 其实 Fox， 那也是要一帮人正儿八经的上电视来谈这个事情的再有就是报纸，纽约时报是吧，华盛顿邮报，那是在全国的那个舆论当中呢掌握了巨大的那个话语权。但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兴起呢，就是很多那个言论呢，大家已经不需要说像电视或者是纸媒那样需要有严格的查证以后才能发布，而是可以人云亦云的。所以呢，这个是2000年甚至2016年的那个大选的一个特色。所以这是一些挑战。那这些挑战呢，都是对美国的那个民主选举呢形成了一个怎么讲呢？巨大的影响所以的话，你不能依靠传统的媒体来影响选民。那你怎么个去影响选民呢？那很多情况下，比如说政客推出扩大的福利政策啦，什么靠这些东西来吸引选民。那这些我觉得倒是美国那个真正所面临的挑战，而不是他的那个选票或者说选举制度本身出什么毛病。了解，就说这个本身这个制度本身的话，这个还是可用的，而且这个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它是受到了像刚才林先生所说到这些方面的影响，导致大家觉得可能它出了问题。其实问题根源不在这个制度本身。好，来问一下这个邓律师就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因为应该是这周一哈，就是这个马丁路德金日哈，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儿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表述，他是觉得白宫必须要回应当前对于民主的攻击，必须要看到自由选举法案以及约翰·刘易斯选举权促进法案的通过与签署。这个我是第一次看到哈。首先来请邓律师稍微简单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法案到底是什么，这两个法案对于美国会有什么影响？首先的话，在谈两个法案之前，我对林先生的观察是有不太认同的。这个首先的话，全球化而导致美国的城乡呢，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现在美国已经是锁国，只是说美国的话太依赖外国了，他现在自己的生产成本太高，没有办法制造这部分。而真正造成的话，不是因为你在海外的部分全球化，而是现在美国已经是锁国了，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是要依赖，因为我们社会的制度。我们的这个制度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养了你不要上班，可以比上班更赚更多的钱。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制度的问题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经在改变之中。很简单一个道理，我小孩子在大学回来，他要做 summer intern， 我就说你是第一年而已，你不可能会找到 pay internship。我说不用 pay internship。只要有这个磨练的机会就可以了。是，他说为什么第一年的学生不应该有 pay internship 呢？付钱的呢？这个是不公平的。我说什么公平不公平？你申请大学的时候，如果你是黑人，我相信你进的学校更好。所以话，因为本身制度就不公平。我说你是很 lucky， 你跟别的族裔、少数族裔、黑人还有拉丁裔学生比起来，你不需要担心有没有付薪水，你就可以找到这份工作。所以话你这个部分哈，你是占了优势。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这个是 not fair， 这个是 systematic racism。所以我无语。为什么的话，在他眼里边的话，就是说，因为黑人，因为少数族裔，其他少数族裔没有办法去做 intern， 是免费的 intern， 所以话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个概念是为什么我的小孩子有这种概念，我回来之后我根本没有办法做沟通，不是代沟，不是文化的差异，而是说从小开始，从初中开始到高中开始到大学里面都是老师帮他洗脑。在老师洗脑里边呢，所以为什么美国变成这样子一个堕落的一个社会，就是说这些自由派的话，老师是工会保护的，所以你开除不了。洛杉矶一个老师的性侵小孩子的话，还是让他保了4年，保了4年之后的话，40坐牢了才将他开除。所以工会的话在里边不断的灌输这些小孩子。我相信的话，如果有小孩子上大学的回来之后，你根本没办法跟小孩子沟通。所以这文化概念里边的话，所以马丁路德金恩的儿子的话，他说他骂这个拜登，你还不够极左。你没有办法推动这些法案。这些法案里边的话，最终是2项，一个是 H.R. 4， 这个 H.R. 4的话也叫 John Lewis Voting Right。Voting Right 是什么呢？授权，因为在2013年、2015年最高法院已经做出裁决了，地方选举的事情让地方政府来处理，你联邦政府不要随时插手去管。H.R. 4将所有的管理选举的东西由让司法部来管理，来统一联邦标准。这是 H.R. 4的最基本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是 Freedom Act， 这个 Freedom Act 的话是什么呢？是允许民众通讯投票。因为很多州我没办法查证这个人活着还不没活着。我知道你的 DMV record 里边的话是你还开车，但是的话我将选票寄给你，没想到人已经走掉，已经搬走了。要是拿到选票也不一定是你拿到了，会不会偷选票呢？那你直接在这个部分的话， Freedom Act 的话就是规定，强制性规定所有州的话都应该允许通讯投票，这些投票。所以这些投票里边呢，你可以看得出，当然是变成联邦化，不允许地方政府对选举方面有任何的这些决定。所以这两个法案的话，名义上是说保证民众都有公平投票的权利，但是投票本身就是一个神圣一票。我们很多客人因为判了罪，其中最重要一个惩罚是你剥夺你的投票权利，有重罪的话你是不能投票的，不能持枪的。所以投票的话之所以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投票通过法案，我们投票选出国会议员替我们说话，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一个权利，而是没有经过任何查以后，不管是合法移民非法移民，阿猫阿狗，有的时候狗的可以拿到选票，所以这种幽灵票经常出现。是，所以为什么这两项法案是要确保为了这些幽灵票，为了造假的话埋下了伏笔。你像加州通过了 motor voter 案之后，太多造假的案件，但是加州政府的话不会去查，为什么的话对我们民主党有利啊？有没有符合资格，有没有是不是公民，有没有人的存在，是不是他投票的，他们一概不管。这种情形的话，选举能够公平吗？这不公平。这个我插两句啊，关于那个邮寄投票当中那些作弊的那个事情啊，我觉得最好是能够举出一些例子，不是这个侃侃而谈啊。比如像那个这回就是关于那个拜登提出的那个公平选举法案，那民共和党有反对的看法，所以他们呢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张是 Wisconsin 的选票，那张是 Georgia 的选票，这两张选票是假的，结果被一查，那两张选票是他们伪造的所谓的假票。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议题的提出呢，你邓律师刚才提出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比如说一些人已经搬走了，一些人已经去世了，然后呢他们继续收到那个选票，那可能会有人去填这些选票啊，那这种情况你说会不会发生？那我不能断然说它不会发生。但是从这些选票，你想作弊的话，你说民主党天心他这个作弊的心态就强，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这种如果是同样的这种作弊的可能性存在的话，两党都会趁势而上的啊。所以的话、就是，但是林先生最大的问题现在你要调查这个东西，调查的权利就是执政党所控制的。在加州独立的几个机构说 motor voter 通过之后有很多造假的东西，但是的话检察长办公室不立案去调查，那你基本上你没有任何证据。对你说普通民众去的话，你又不能靠近投票站。那比如说在那些那个共和党本来占优的州，或者说摇摆州像那个 Georgia 州还有 Arizona 州，那这些州如果你能查出一些被作弊的或者作假的选票的话，那这个震荡力会更大。那为什么那些州就是共和党的势力是很大的，是吧？那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爆出所谓的巨大的，就是那个最高法院所谓的系统性作弊，是吧？因为你这种个别的那种作弊，像那种偏左的电台也爆出说啊，这个共和党作弊了啊，这张选票是共和党作弊。那我觉得这个零星的这种作弊肯定有存在的，肯定会有人去做这些事情的。那现在是要关注的是不是这种系统性作弊？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如果是立法了，让这些零星化的话制度化，让他的话 motor voter 的话，大家都会去申请驾照的，可以自动登记成为公民，这种的话提供了方便。那我们制度上的话不是去针对零星的东西，我们没有大规模的是个好事情，而是要怎么样杜绝，不要将零星的这个作弊而拿掉。对，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的话，是我们要制度化以后，让他这种的话睁眼闭眼以后合法化。那基本上，那我们就干脆改的话，就是说，不管美国公民不是公民，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只要你在美国居住，你就可以去投票就好了嘛。这个我想在那个选民登记的时候是可以增加这些什么要求的但是问题是，民主党所提出两个法案里边的话，是不希望有这些。对，你说的那个加州那个情形，我不是很了解。我现在的疑问就是说，如果共和党认为有那么多的那个选票作弊有利于民主党的话，那我想2000年大选当中，像佐治亚州和那个Arizona 州都是拜登赢的，而且赢的很少哦。那共和党在那些地盘的传统势力是非常强大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当地发现大规模的有利于民主党的选票作弊呢？了解，是吧？是的，这个其实是这样啊。来，谢谢。我说你是不是提出了一个伪命题？就是这是我的了解。谢谢两位啊，两位这个感谢两位的这个争辩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互相讲出来自己的一些疑问，然后讲出来自己的一些认知。其实对于选票作弊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是从2020年的这个选举之后就一直在争论啊，这个没有人会服谁，就是包括这个我们民众之间，没有人会说服谁。对对，这个我有一方面我就是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就是 filibuster， 就是那个那中文叫什么来着？叫阻挠议事，阻挠议事规则。阻挠议事那个，我同意邓律师刚才那个讲的，就是说你把这个废除以后啊，那以后这个就是我个人是不赞成废除这个阻挠议事的这么一个规则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尽管从我们从中文的那个自媒体和媒体上来讲，我们经常嘲笑说啊，美国你看那个办个事情多难啊，什么什么要各种各样的各种制约辩论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很多那种议题的通过或者很多法案的通过，它确实是要经过充分的辩论。所以呢，它可能这个过程呢会比较的漫长，但也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你让正反两面的人呢都来亮出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比如说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我非常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我也知道，我从20几年前就开始支持了，但我也知道就是说他走的那个路是非常的漫长的，也走了大概有20几年的路。那这次当中呢，让各个州各级的法院都去做这个事情辩论，那这个辩论就是让民众就是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正反两面，是吧？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那你要像那个民主党现在拜登所言的，就我一下子就把你阻挠议事给这个程序给推翻了，那你就简单就是一刀切嘛，把这个事情给弄翻。我觉得这个从长久来讲的话是非常所谓的就是我们用平常的语言讲非常不利于民主建设的因为从美国的开国之父他们从那个联邦党人书他们就阐述了为什么就是有时候过程会很漫长，看来辩论会很激烈，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对，所以的话你现在拜登你试图就是用简单多数就来通过这个重要的法案，我这个个人对这个还是持这个保留态度。了解，谢谢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网友也说啊，今天的争辩真是观点与观点的碰撞，非常棒。所以我也是非常希望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更多的嘉宾可以把你们的自己的观点然后来进行互相的碰撞，让我们的网友也好啊，我们的这个民众也好能够更加了解。就像刚才林先生说的，其实争辩当中它其实释放了很多信息，让大家去分辨去了解哈，包括你自己的立场，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立场，包括我自己。那么所以来问一下这个邓律师啊，因为其实我们这里必须要说到的是一个总统权力的问题。我也知道总统权力可能在今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案子哈，就是这个会跟总统权力有关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总统权力一直是受到两院的制约，就像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当了总统并不是你说了就算啊，很多的事情你是说了不算，特别是当你失去两院的时候，可能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了。那么所以我想请问你的时候就是说，但是因为总统的这个权力受限，它也阻碍了我们能看到美国的社会的发展其实受到阻碍。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基建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是需要基建，我们需要发展基建，而且但是永远的或者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两院或者是两党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一个妥协和合力的作用去推动这个基建，因为这个基建是需要时间的，它不是这个4年8年的任期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我想请问您的是说，当社会发展到今天目前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在总统权力方面您认为是否也应该有一些改变，这样会有利于国家或者社会的进步？我觉得相互制衡本身就是一个制衡作用。如果你总统的政策如果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那我相信这个方向推动是对的。但是问题他的政策如果是以大部分的民众的话是相反的话，相对的这种情况之下，你越是让总统越大的权力推动，那可能会离民间的话是民众的话越远了。就像在上个礼拜最高法院讨论，那拜登政府有没有权利命令所有的联邦职员打疫苗呢？对这个案子的话，对最高法院从目前6位保守法官认为总统的话你没有这个权利。但是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公布结果，但是从谈话里边可以看得出，6名保守的法官基本上是认为总统是没有这个权利。当然自由派的大法官认为我们应该给总统这个权利。但是这个部分里边呢，你可以看得出我们这个制度是虽然总统他是现在有这个权利，但是你的权利还是受法律的约束的。对。所以解释的权利还是在第三方解释司法部分。对，所以你说现在很多政策你打到了最高法院去，现在制衡的总统还有国会的就是最高法院这6名保守派的大法官。嗯，所以我觉得像以前加州是非常非常自由派的第九巡回法院，诶，他现在的话已经是基本一半一半。哦，很多政策，加州政府的一些自由派的政策到了联邦法院的巡回法院，诶，变成的话，诶，有的时候按照事实来。所以我觉得的话，这个就是相互制衡 的作用。嗯，如果你总统一意孤行推动一些政策的话，为了讨好极左派的地方的 police， 然后还做这些东西，减少警察的经费。你可以看得出，纽约的新市长他以前也是极左派的，他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治安问题。嗯，所以他上做的市长，他也不得不要增加警察局的经费。嗯。所以从联邦的角度的话，你现在没有办法全大规模的那个推动很多法规，这个是好事情，未必是个坏事情。嗯，因为你想想看的话，现在如果是拜登政府透过他的权力通过了移民改革法案，这个是大赦法案，我们的 border 多少非法移民会进来？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以后很多时候这种制衡作用的话，还是在那边。起码很幸运一点的话，现在参议院是50票对50票，但是如果是60票比40票的话，如果是民主党领先，那基本上我们的国家可能是另外一个面貌，我们可能会连第三国家都不如了。嗯，是的，这个美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个一直在说哈。那么其实它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个未来它可以得到修复哈，但是也希望我们的民众能够更加了解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运作，不管它是它的这个法律也好，它的这个体制也好，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参与到其中哈。那么对于投票的部分，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呼吁了。好，来这个问一下这个林先生啊，相信最近你也看到美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通胀。通胀我应该是昨天还是今天看到的一个消息啊，就通胀已经达到了 7%。 那么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时候，美国的通胀基本上是控制在 2% 以下，那么现在已经是应该是30-40年以来的最高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情况。那么包括这个联储会的鲍威尔他也是说要加息了。那么同时呢，现在疫情也是在蔓延，这个在爆发吧，这个 Omicron 的这样的一个迅速的传播。那么今年也是选举年，很多人都觉得选举年下哈，可能很多的事情都会相对平稳，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开年，我们并没有看到。所以您觉得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拜登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率，或者是他在中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期？我对他的预期不抱乐观啊。我对参众两院那个中期选举的话啊，民主党可能会面临比较不利的形势啊。首先第一个来讲，就是通胀影响到很多民众的生活，这个我们自己切身都感受到。比如说我们在住在华人区，本来是经常就是说朋友约了去中餐馆吃饭，你现在去中餐馆吃饭，你发现那个价格涨了3分之一啊。对，而且小费还不能少给啊，小费现在基本上没有10%的小费，基本上都是15起。嗯，对，所以你想这个，而且对普通的那个投票民众来讲的话，他其实并不在乎于哪个党，比如说他并不是很在乎哪个党执政，对，相比于我们这些就是经常关心时政的人而言呢，所以的话就是哪一个党在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能让他的生活变得好一点，就生活有所改善，就起码不恶化，那他就可能会投这个党的选票。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是民主党是比较不利的啊，所以我对他是不抱乐观情绪。另外还有一个中期选举，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参议院的选举，我们要看到的，你要看的是那个就是因为中期选举并不是所有的那个议员都会换人，而是部分议员换人，对，所以你要看一下，就是这回要中期选举要投的是民主党的议员多还是共和党的议员多啊？如果是共和党的议员多呢，那是共和党就这个方面来讲对共和党会比较不利，因为你因为像那个去年的那个大选的时候，为什么民主党没有扩大那个在那个参议院的优势呢？就是因为民主党就是要换位的人比较多。那他就比较不利，所以你这回呢，就是这个我还没看具体的数据了啊。大家对于那个参议院就是说能不能被共和党所掌控，我就说要看一下，就是说这回有多少人换届，要换届的，对，换届的是民主党多还是共和党多？如果是共和党多的话呢，那至少在这个方面呢是共和党是比较不利的。嗯，没错，确实这个中期我早就跟大家说过了哈，中期会是我们今年持续一直到这个中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所以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关注，特别是如果是你是身在美国的朋友哈，你一定要了解相关的情况。还有一个要补充一点的，因为中期选举是在下半年呢，快到年末了，所以的话呢，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疫情是不是在这之前会结束，或者尤其是就是我们所言的是能不能全面开工吧。那全面开工会有一个经济的，你知道那种爆棚式的那种，就是爆发的那反弹式的那种消费是吧？所以那这个方面来讲呢，反而可能会对民主党有利了。就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中期的话，对于执政党本身来说，可能就是有一些挑战的。就是说在野党可能会更好一点，特别是现在遇到疫情这个情况。当然，现在目前大家对于包括我的很多嘉宾，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对于拜登目前下的这样的一个执政是非常的失望哈。特别是对于华人，依然是在延续了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抗中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的话，哈，竞争的一个姿态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印象不好。但是最重要的，可能就像林先生说的，人民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才最重要的哈。通胀有没有下去哈？税有没有加哈？要加税的话，这就完蛋了，基本上就是要下台。这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通胀上去了，所以呢，一些那个，比如在加州，它最低工资上去了，因为那最低工资上去了，它是下不来的。对他但是工资上他也赶不上通胀，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对，他说呢，他因为通胀的因素，他把最低工资调上去。那调上去以后，通胀以后下来以后，最低工资是不可能调下来的。对，不可能往下调，只能往上调。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影响的选举的话，就是这个政府有没有钱来花钱啊？对，因为这个部分的话，今年加州的话有2000多亿的这个预算盈余。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到选举的时候他们会大发红包，来这个部分的话也会影响。还有一个影响的话，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全美国完成了这个人口普查，所以现在选区重划，所以现在很多议员的话他们这个部分这个重新划，将来10年之内这个选区也会有很大的受影响。因为在选区重划过程之中共和党是占优势的，因为很多州这个是州来决定哪个选区是怎么样子的。在加州的话，现在选区重划看起来的话不会像民主党那样一边倒，由划出一些选区的话，有可能是民主党跟共和党是势均力敌，有可能的话，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选区重划之后，你可以看得出重新洗牌的机会也来了。嗯，没错，在这里哈，我想请问一下邓律师的是关于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的都是民主党，我想下面请邓律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对于共和党目前的状态的一个看法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共和党他也并不团结，特别是在这个川普总统的后期哈，共和党因为这个川普已经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分裂，那么本身里面在分裂之后呢，又现在在跟这个民主党进行这个分庭抗礼哈，继续这个撕裂之外哈，您觉得现在共和党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中期的时候能够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因为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纽森罢免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其实就像您之前跟我们说的，就是说共和党是这个轻看了对手，或者是说这个太掉以轻心了，所以您觉得在中期选举这个问题会有所改观吗？我是觉得现在民主党它有很多的内部矛盾，共和党的内部矛盾的话，也是这种保守派的建制跟建制派里边的这种的话，有现有的传统派的这个共和党，就像的话现在是Dick Cheney这个他的女儿这个Cheney所领导的，然后但是目前你以前的话，川普的支持者往往是属于保守派的 Tea Party 这一类茶党的保守派，而现在目前共和党的话，川普支持谁谁就当选，然后他目前就连 Kevin McCarthy 加州的共和党也要讨好川普。你可以看得出将来的话，保守势力会变成共和党的主流。但是现在掌权的Mitch McConnell 赵小梁的先生，他是属于 Dick Cheney 这种属于温和派的共和党，所以这两边的摩擦，但是谁讲话最有力？两个谁掌握了钞票，谁掌握了话筒。嗯，刚才林先生提到的哦，这个自媒体的发生的话，其实啊，造成了很多这些信息的分享是公平的，其实绝对不公平。你想想看的话，为什么川普的 Twitter 到现在还没有开封，就是因为这个 Big Tech 公司控制你的言论。所以的话，这个 censor 的话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不同政见的人。嗯，而谁控制了 Big Tech 高科技的公司，就像我小孩子这些已经被洗脑过的人控制了这些，他不能够容忍任何保守的这个言论，不允许你在他的平台自由平台里边开一个保守的。所以你也看得出，川普为什么现在他没有直接宣布2024年他会卷土重来，但是的话，他将国会一个重要的议员拉了出来，他要做平台。嗯，他也是为了2024年有一个话事权，有一个平台的声音。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我每天看了很多报纸，然后自由派的《洛杉矶时报》、《Washington Post》、《New York Times》，然后但是的话，他的跟保守派的《Wall Street Journal》。往往是他们报道是同一个事情嘛，往往同一个事情，两个截然不同的见解。对，你可以看得出。所以你说自媒体的话，我在 Twitter 里边我定了2档的东西，但是的话，只要有任何东西说选票有问题、有造假的话，马上这个 Twitter 会被关掉。所以这种的话 ，censor 本来在以前是政府，现在的话转移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要告这个 Big Tech 告不了，因为什么？我们立法保护了他的权利。嗯，以后他就算的话，他这个权利，所以为什么要打破垄断？这个垄断的话，现在是在自由派手上，这媒体是在自由派手上他控制的。所以的话，你要真正解决问题的话，还有很长一段路过来。嗯，所以的话，你将但是川普现在有可能会变成共和党的主流派，就是因为很多支持他的人愿意出钱给他。没错，这个就是在美国的话，要靠的是2票，一个是钞票，一个是选票。有了媒体，他就想办法可以争取到选票；有了钱，就可以用钱来做媒体，来争取更多的选票。所以用钞票可以换到选票，这是一贯来共和党所做的事情。嗯，是的，这个我想哈，就是说，其实这个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啊，也可以跟两位稍微分享。其实对于这个本身的这个孩子的教育方面哈，这个确实我认为也许就是像这个邓律师所说的，因为是主要都是在民主党的这一边，所以呢，对于孩子的教育，我其实也有一些担心。包括我们去年的这个，应该是前年哈，这个 Pro 60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啊，我女儿跟我说她是支持的，我非常的难以理解。然后我就给她看了一个这个，当时我们这边有一个采访哈，一个民权运动的一个人的采访，她才了解这个法案是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一个平权是平等的，但是他说他了解其中之后发现不是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身边的事情，然后包括这个他的很多认知其实跟我也是有点格格不入，当然我觉得我跟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文化上或者是这个认知上的一些不同，但是总的来说呢，像这一次的疫情，我们整个的KD 的学区，我也是要狂吐槽啊！真的实在是太没有作为了，而且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觉得这是来自于人民或者是来自于民众的一些这个观感和态度，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我们也可以持续跟大家关注啊，这样的一个发展在中期选举，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社会啊，你的社区当中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今天谢谢林先生，也谢谢邓律师的针锋相对，谢谢辛苦两位，谢谢，也希望两位未来可以继续的这个来我的节目争论啊。是的，也感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最后，我还是要感谢我们亲爱的翻译官的 APP 的独家赞助，使用亲爱的翻译官 APP 可以打电话自动翻译，是留学生上课的翻译神器。同时呢，它还有 Chrome 的插件哈 ，iTalk Video Translation 可以翻译在线的视频和 Zoom 的会议，请查看和点击视频下方的官网信息进行了解。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大家谈，明天我们见。谢谢。